姐妹们有没有想都想学嘛？不想学了，咱们就不用扣一。咱们如果想学这个小技巧，咱们就扣个一。扣一的人越多，讲的越详细啊。来，我们这样调查的目的是看大家有哪些问题比较严重的。一会儿严重的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呢，主播待会儿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啊。如果不严重的，咱们讲的稍微快一点；如果没有问题，咱们就不讲。来，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经常把这个包皮拉的是歪的、斜的啊？有时候甚至把这个皮给拉断的，有没有？来，折着歪的、斜的、折的是断的。来，有的话你们扣个。如果说你们扣三的人越多，主播就讲的更详细一点啊。一边待会儿一边做，一边给你们详细的讲解，尽量的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学包子的技巧都学会啊。你看，这是正确的手法的折着，你看这是错误的手法的折着，是不是啊？明显的就不好看啊。你看啊，你看我们正确的包一个完整的包子，是不是跟这个就有天壤的之别？如果你想让你的包子折得更长更直，来，姐妹们，咱们把左上角免费的关注去点上，免得待会儿看着看着不小心滑走了，找不回来了。那主播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包子的制作过程，好不好？没有点关注的去点个关注，手上有空的姐妹们，咱们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咱们把右下角免费的赞赞。包子皮为什么要中间厚呢？因为中间要压馅，这里如果薄了，一压就破了。汤汁就露出来了。边边为什么要薄？因为要打折子，折子一打，层层叠叠一堆就厚了啊。咱们如果想让折的更长、更加的清晰，咱们把皮的外面呢稍微抹一点点干面粉啊，这样呢待会儿折的不容易粘连，就更加的立体。接下来教大家怎么样上馅啊。来，上馅的时候大家看啊，哎，我们上推用力，下拉不用力，是的，是的，来给点赞赞。来，我们上线的时候手不要这样伸的平平的，因为你这样平平的伸出去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什么情况？你会发现啊，这个线这个皮子呢，中间厚边缘薄啊，中间厚边缘薄，线芯打不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学会打窝。来，怎么打？来，五指并拢弯曲，大家看好这个手势。然后把皮放在窝窝里，线心打在窝中间。我们上线的时候，一边上一边拢啊，一边上一边拢。这个线打上之后呢，千万不要直接包，因为你要是直接压鱼肉啊，都可以用它压。来，用力的往下压，不用担心皮破，因为这个工具是个专用的工具，不但不会压破皮，而且不会弄脏皮，而且呢，它还不粘肉馅啊，它还不粘肉馅，你看干干净净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压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们线芯在皮的上面。现在大家看啊，皮的上面那线看得很少了，那线都到哪儿了？大家看，其实被咱们压到下面来了，下面这个地方鼓鼓的，这样咱们就是啊，一个，这样咱们就是一个大皮薄大馅的包子啊，皮薄大馅。想学和面，姐妹稍微等一会儿，我们要到下播之前啊，现在刚开播，要教大家先做的是我们的包子的手法。和面一场直播只活一次啊，你能坚持一会儿就多看一会儿啊。如果你想要配方，你就点开点个关注，然后进粉丝团把那个配方领去。啊，线心啊，大家看好，上面不要高过皮，上面不要高过皮，边上啊最少留一指宽的一个距离。待会儿啊，我们掐折子，啊，那掐折怎么掐？来，姐妹们，你们折的短的、小的，姐妹们注意看好啊。我们掐的，我们是掐，不是捏，你不要用指肚去捏，咱们是指尖掐。掐哪里？掐食指的关节，千万不要掐食指的尖尖。如果你掐食指的尖尖，折的就又短又小。想让折长，就往上掐，越往上折越长，越往下折越短。啊，掐的时候，食指在外，拇指在里，食指在外，拇指在里。啊，食指垂直向下。啊，大家看啊，大拇指在内侧掐住食指的关节，左手的食指尖向右递折子。右手食指把折拉回来之后呢，大家看，这样是第一个折啊，第一个折怎么掐？来，掐折子的前半部分，这样呢，你看，这样前面就没有面疙瘩啊，折子在外面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掐，来，再掐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
再掐一个，你看还是没有面疙瘩，是不是呀？嗯，掐三个给 KS 看一看。嗯，啊，都不会有啊，都不会有。那么右手的食指是干什么的？大家要知道，右手的食指呢，如果你拉的面多，你的指就大；右手的食指拉的面少呢，折的就细。右手的食指呢，伸的长，折的就长；右手的食指伸的短，折的就短。啊，右手的食指呢在哪里，指就在哪里。大家看主播这个食指没有动啊，你看我拿开，你看我的食指在这儿，你看我的指就在这儿。如果我食指在上面，我的指就在上面啊。姐妹们，想要和面配方的姐妹们啊，你们想要和面配方的姐妹们可以点个关注之后进群，进粉丝群，进粉丝群去领配方啊。嗯，就是花一个小心心就可以领到啊，就可以领到非常详细这个包的配方。到时候你们领了配方不懂了，再来问主播啊，再来问主播，主播啊都会教你们。来，大家看啊，我们掐的时候大拇指不动，掐一下啊，掐两下，嗯，掐三下，大拇指不动啊。大家看这个折子就不会动，这个边就不会动。大拇指如果带着折往前走，这个边它就会跟着折一起走，这个边会越扯越薄。待会儿回来我们呀、啊、就收不住口了。包的真好，谢谢夸奖，谢谢姐妹们的，谢谢姐妹们的配合啊，谢谢姐妹们的配合。来，大拇指不动啊，一直掐，来，掐到头啊，掐到这里最后一个折。大家看啊，最后一个折怎么上去。来，如果说咱们直接上去，大家看这个折是不是特别的短，特别的小，是不是？怎么样让它好看呢？来，食指尖从这儿轻轻的抠一下，哎，把这个捏住，来，这抠一下，来之后呢，把前面一个折压在前，压在后面一个折的底下，这样你看这个口就捏住了啊。咱们现在一圈的折就打好了。你看，大家看折子是不是根根直，根根分明？关键是这个口是干净的，高这个口上不能有肉啊，这个口上有肉了，到时候不好收口。嗯，真漂亮，谢谢夸奖，来，谢谢夸奖，来。那我们收口怎么收？来，大拇指在，食指在外，大拇指在里面戳，食指在外面提，大拇指在里面戳，食指在外面提啊。边戳边提，边提边戳啊，一边戳一边提，一边提一边戳，一边戳呢，咱们一边把大拇指从里面拿出来啊。我这个口啊，收的口给它捏住啊，捏成死的也可以啊，封死啊，叫能够闭口的一个圆包也是可以的。多余的面把它揪下来啊，这样是一个闭口的。这个地方是刚才的接口处啊，这是接口处。大家看折的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啊？包的很干净，不会有油，不会有菜。来，姐妹们啊，咱们觉得好看扣个666，没有点关注的咱们把左上角免费的关注去点上。